依然来的话，好辛苦。早上3点多就要起床，4点钟要开车，各位学姐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Thank you.
有没有奇彩？很难得看得到，对不对？今天哦，我来修道，要带着一颗欢喜心回家，好不好？所以谢谢，我们来到神圣的殿堂，来到我们的佛堂。你知道要跟一尊仙佛结缘，你知道哪一尊吗？弥勒祖师问我，他就非常非常有智慧，一定要跟我们弥勒祖师结缘。知道我们弥勒祖师他证悟的时候写了一首偈语，说佛法尽量什么？修道人要提升下心，下学才能上法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修道人，无论你修多久，你无论不能，你无论向道，你两位多少，你的心有多低，未来的佛位就多高，对不对？对，天上的果位，人间自己来修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要修到哪个境界？有、哦，要把祖师的精神带回家，好不好？凡事退一步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哦
他们有一个老母娘在那边等我们。所以这些我们都有痛苦，我们也许都有小孩，有一天我们的小孩跟我们说10点要回家，他还没回家，你会不会着急？会。11点还看不到人，你会不会起烦恼心？哦。12点外面刮风下雨，狂风大作，他还没有回来，会不会去找人？会。航母就是这个心情，明明他12点要回家，还看不到人。非常伤心。我们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在李天老母的地方看见老母的，他的烦恼心，他对他儿女的慈悲。我们跟老母说：“老母慈悲，我来凡间，我来人世间，下来人世间找跟我有缘的兄弟姐妹，把他带回家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愿力？”所以学姐不要放弃，你们都是这样子来到人间。人世间不要忘记有一个老母娘，时时刻刻关心我们。我们追前前回去之后渡人，就像父母照顾我们小孩的心，来照顾我们的后学，让他有机会成长，有机会回老母的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安慰心。其实我有想，希望他的儿女在世间，在这个世上，岁月有缘的，老母将这智慧的道，最宝贵的真道，交代我们，我们要渡人回家，好不好？好。
谢谢，完成。